本校位在台湾台中市都会区，这里是台湾中部文化、经贸、商业发展重心，不仅城市成长快速，交通也十分便捷。经由高铁，一小时可抵达台北或高雄。台中机场提供两岸直航航班，台中港则是目前两岸唯一直航港口。逢甲大学目前共有三个校区，校本部为教学行政区，拥有完善的教学研究设施。福兴校区是学生住宿生活区，同时提供各式各样的学习空间与运动设施。中科校区位在中部科学园区，是以产学育成及 EMBA 为主。本校创建于1961年，1980年改制为大学，至今已设有八个学院，拥有完整的商管及工程学群，全校学生超过20000人，并且已培育出16万名校友。逢甲毕业生的整体表现，每年均名列台湾千大企业最爱前10名。逢甲大学是一所教学研究并重的综合大学，我们已成为一所教学卓越、研究重点突破的亚太地区知名大学，为发展愿景。本校自2005年起，每年均获得教育部教学卓越计划，奖助总金额名列全国第一。我们全面推动成果导向教学，持续改善课程规划，导入国际教育认证，使本校教学品质接轨国际。逢甲大学将图书馆定位为数位化的学习资源中心，经由数位媒体实作中心和知识创意工坊等学习多元创意空间，连接丰富的数位资源，整合资讯、阅读、媒体等学习活动。同时，本校还引进与哈佛、史丹佛等名校接轨的 Blackboard 数位学习平台，建置全校性一化网络教室，并将专业科目制成网络数位教材，帮助学生达到核心专业课程的精熟。经由电子学习历程档案，协助学生完整记录大学生涯中在专业学科、通识教育、社团服务及职涯发展等各方面的历程及成果。本校聘请领有专业证照的全球职涯发展师，引导同学完成自己的专属职涯历程档案，清楚掌握人生方向。除此之外，学校每年举办中部规模最大的校园征才博览会，并规划就业导向之企业学程，以及推动学生专业实习，积极培育学用合一的专业人才。逢甲大学对于学生专业知识与软能力的养成两者并重，因此每年都会举办超过数百场以上的艺文活动，包含有200余场的通识沙龙和结合住校艺术指导与专家的艺文系列活动等等。针对特定领域积极推动重点研究，特别在工程、材料工程及电脑科学等3项领域均进入代表世界排名前1%的基本科学指标。高背影论文数及教师平均论文数是全台前10名。目前校内特色研究中心达37所，每年执行研究及产学计划金额超过8亿，为全台大学之翘楚。其中在绿色氢能等相关研究上更是位居世界领先地位，因而获得亚太经合会及国科会的支持。与本校设立 APEC 先进生殖氢能技术研究中心，地理资讯研究中心则拥有超过100位专任研究人员，是亚洲第一个获得国际开放式空间资讯协会 OGC 核定制标准相容性检测中心。而为落实知识经济发展的大学社会责任，我们提供新创育成、后育成和联合设计研发中心等各类产学模式，提供学生经由创业竞赛辅导成立新创企业的环境，并长期协助厂商进行创新研发。
至今共辅导近百家企业，研发成果多次获得重要奖项，并成功进行专利授权与技术转移，使逢甲成为台湾公私立大学中第三所完成国科会五次绩优技转中心的大学。在国际研究交流方面，逢甲大学在国际上拥有许多重要的合作伙伴，例如自2005年起与俄罗斯托木斯克国立大学进行交流，并在2009年成立台俄技术教育中心，使逢甲大学成为台俄学术合作的窗口。逢甲大学的教学轨迹遍及全球，我们和近200所国际与大陆地区大学建立学术交流合作关系，并和其中半数以上签订交换学生协议。本校国际学生人数名列全国大学校院前10名。至今，本校与美国、英国、澳洲、俄罗斯及大陆地区等数10所大学校院进行双联学制合作，与大陆地区更是创下两岸大学首例。2011年，台湾开放招收陆生，逢甲大学录取首批陆生，均达1批本标准以上。历年陆生报到人数也是名列前茅。本校重视学生国际视野的培养，积极发展全英语学程。譬如商管领域的国际企业管理学士学位学程及国际经营管理硕士学位学程，均吸引许多境外及本地学生修习，并经由交换学生、短期选送研习、异地教学、国际志工及海外游学团等各种管道，增加学生全球移动与适应能力。逢甲深耕侨教近50年，海外青年技术训练班培训人数占全国培训总人数47%，近年港澳生及马来西亚侨生就读人数也逐年快速成长。逢甲大学重视教育成果，也重视学生生活，校内共有170多个社团，运动社团近20个。我们积极推动一人一社团，并定期办理艺文、康乐、体育及服务等各项竞赛，让同学有更多自我挥洒的空间。参与全国性竞赛或国际性交流，则让学生们能从竞赛中学习精进。不论个人或全体的优异表现，都将让学生更加肯定自我。除了社团参与，本校也鼓励同学从事志工服务，经由服务学习关怀社会，成长自己。目前共有约20个志工队，积极参与各领域的校外及国际志工服务活动。在逢甲每年举办的全校各类运动锦标赛中，拔河锦标赛已有超过40年的历史，蔚为逢甲传统，也是最能展现逢甲精神且凝聚师生及校友向心力的活动。近年推广的校园路跑活动也已成为学校师生和社区民众争相参与的年度热门赛事。逢甲创校逾50年，已有16万逢甲人遍布全球。而为保持母校与校友间的联系，除了成立校友总会外，目前全台各县市及海外还设有近40处的地区校友会，作为重要桥梁。集结中部企业精英的逢甲 EMBA 校友群也已超过1000人，其中学生不乏国家磐石奖得主、上市上柜公司高阶主管和著名文化创意产业创办人。多年来，各地校友会与 EMBA 校友群对协助母校发展均十分关心与投入，如捐款新建大楼、设立奖助学金、赞助学术研讨会等。自1999年起，本校每年办理的杰出校友表扬，获奖者都是各行各业中的一时之选，包含前统一超商公司总经理徐崇仁校友等。
校友们在全球各地发扬本校钟情诚笃的精神，开创事业与人生成就，是所有逢甲人引以为傲的最佳典范。今天我们逢甲大学是全台唯一获得教育部办理完善绩效卓著赞誉的综合大学，荣登英国《泰晤士报》亚洲排名百大，同时名列全球百大新兴潜力大学，学术声望深获肯定。现正开发中的水南新校园，更是以建构绿色大学为蓝图，期许本校成为受力人才培育的新典范，与您共同迎向超越卓越的百年逢甲。